淡水是全国饲鹅重要地区，数量达到18,000只，排全国的第三。饲鹅老局今日上午邀请到中华民国饲鹅协会、鹅爷天妈妈，还有在地业者，共同来推广优质的鹅肉。以着冬天进步为主题，从台南的鹅肉甲西港的乌麻做结合，呈现多元的料理。在地的胡麻结合我们的鹅肉，我们下营的鹅肉来做这一些推广。那我们希望这种小众市场可以借由中华民国养鹅协会以及我们地方的田妈妈来结合，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去买到、吃到，还有享受到这一种鹅肉的一个鹅肉券的一个享受了哈。那之后呢，我们会一一在我们的网站上呈现出。那中华民国养鹅协会以及农委会这边也会做相关的一个推广。另外，为了提醒北企，中华民国饲鹅协会也提出振兴的措施，只要到全台30间的指定的店家消费满500元，就送100元的鹅肉券。摕到鹅肉券，搁再一次消费，也可以当参加抽奖的活动，奖品的总价达到100,000元。之前有参加鹅肉好食和便当，今天就是颁奖，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从元月的1号到31号。举办了一个鹅乐券，满500送100元。现在目前就是有三十个店家，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针对我们鹅肉这一块产品，好好去使用。罗文哥表示，这届中华民国饲鹅协会推出鹅肉特色的便当，并且甲在地业者开发出一个鹅肉料理的即食包。今日记者会当中嘛进行颁奖，感谢业者用心料理台南优质的鹅肉。《南台新闻》王维德新闻采访报道。